天气炎热，今天我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绿豆凉糕。在碗里倒入100克绿豆，加入清水没过绿豆，浸泡4个小时。泡好的绿豆明显变大了，加入足量的清水，倒入锅中，依自己的口味加入冰糖，开大火烧开，转小火煮上半个小时。煮至绿豆微微开花时关火，用漏勺把汤汁过滤到盆里，将绿豆倒在模具里铺平，倒入300毫升的绿豆水、200毫升的纯牛奶、30克白凉粉，煮至白凉粉融化，直接倒在绿豆上，凝固之后放进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。吃的时候倒扣在盘子里面，切成小块。绿豆凉糕就做好了，冰凉解暑，老少皆宜。